请翻开26页，奇异恩典。A 段只有主旋律，非常的简单。一、二。刚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我这个食指呢，很多的时间都是停留在第二弦第一格这个位置。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，它可以不用拿起来，在这里帮助定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是看这个 B 段 ，B 段开始有很多的和弦，这和弦呢，有些需要大家花一点时间来练习的，好比说这个和弦。还有这个和弦，还有这个和弦。好，现在我就放慢速度为各位示范，顺便呢，可以让大家练习这些和弦。一、二。